绿色毒刺。哼，你竟然接绿色毒刺，哼，我也穿，我也穿，我也穿，你们都穿，我也穿，我穿。警报！警报！颜色不统一，变成切尔西。啊！哎，小姐怎么变成切尔西了呀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们几个啊，一定要接相同的，如果不接相同的，就会变成切尔西。啊！好恐怖啊！我好想离开这个地方呀！警报！警报！又开始下来，我接红警报。警报！警报！颜色不统一，变成切尔西。完了！这张小雨也变成切尔西了。现在我们怎么办呀，妈？傻妞，你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在颜色王国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咱们的颜色应该是被颜色王国给收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只要我们两个把颜色给恢复了，这样子就能离开颜色王国了。到时候再找巫婆婆帮忙，也就把他们两个给变回来。对对对，就能救出他们了。嗯，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。嘿嘿，我的校服是红色的。哎，这里有一个红色风暴，我就用它前称我穿红色风暴。我的头巾是红色的，我也用红色风暴来填充。哎，我们恢复颜色了。对对对，妈，我们的头发是黑色的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就用红色、蓝色和绿色来填充，这样子就能恢复颜色了。那我们就用红色风暴、蓝色妖精、绿色毒刺来填充颜色，怎么样？行，这样子我们的裤子也能恢复颜色，还有我的鞋子。对对对，嘿，我穿，我也穿。啊，现在我们其他的都恢复了，就差你的上衣是白色的。我们现在有蓝色妖精、绿色毒刺、粉色